今天为了赢不择手段，不择手段。你看，这话一说，那赢了，哎，我们要拿第一了。可以。我们刚才正在顺，我们从头跟楠楠再说一下。行，这个时候往前走一步就行了。好。对，你就闪亮登场了。我们想的是郑楠老师可以有一个收尾的一个互动就可以了。好 ，OK， 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我唱到第十一天的时候，周老师然后就说我好像学会了，然后他直接就来。OK， 嗯。然后我们这边还给您二位准备了一个道具，就是帮我们往回拉观众，他们要跑的时候可能。嗯，好说。周震南老师全然没有架子，而且就是很快的就能融入到一个集体之中。我有个超级大招。大招来。我现在头发是假发。啊。所以呢，我可以在屏幕关的时候把假发摘了丢出去。不择手段。我觉得三分半扔假发是可以的。你这个也太猛了。太猛了。他可能会剪掉，但是呢，现场肯定会留下来，一定一定，绝对。